老板给老板钱，来，你们多少钱？冷卫，冷卫，冷卫，我没有钱，你们多少钱？要大号买只贵就，要好皮人真。要三两贵就好皮啊。拜十分，拜十分买只五贵啊，差不多半单一届。哎，你们，我个是你们五三届，我找三。多少钱？多少？你们多少？给你。五三多少钱？多少？你们多少钱？两千块钱。你多少？我没个没有。来，泰国虾。泰国虾今天是火的，所以没有很大。泰国虾在这边。泰国虾在这里。泰国虾这样子，好。一下，来，叫你给你啊，七千多钱来。那等一下乱卖，看你要不要。这样，这基本一百零块钱，一百零块钱，你二十三、二十三块钱，弄来钱，十几弄来钱，卖开五百、四百了，十几弄来，哎呦，三百了，现在三百了。来，你问哪号来？来，三百，我先来。三百多吧。有啊，这样。罗先生，过来罗先生，看是坐电高，坐电高牌啦，高牌一块，你报一个，报一下，快些，赶快来，三百钱，廿三地钱，廿三百，无地三百钱，六地三百，三百块钱，三百六，三百块来，三百六，三百钱，右边三百，六地三百块来，六地三百块啊，三百块，电费我是可能电用行的了，你要这里不能你这这里不能用行的，你不能用用真的啦，用潮的真，三百块，电我是可能块哦。就不用叫我电话，就问一下，讲四点钱，两包，四点两包啦，四点两包，四点两包回来，好来，从那去睇下来，那去那去睇下对个，从那去睇下来，看住，来，几多来，看住几多，几多块钱？你们讲来，我发现我来。刚才有人问鲑鱼头的啊，在这边。我买块鸡翅就三，没有，只有几块鸡翅就三块，对个，我买六三块，我发现我，我苹果开只只三块钱，我发现我买六，有。我来飞扑扑，五百块钱，五百块，五百块钱来，来弄来，我到位。哪个？我那边在钓，我那边在鱼货了，我钓鱼货了。哇，这是还没钓鱼货哦。鱼货来，来，五百块钱，五百块钱，五百来，来钓来，五百块钱，五百，五百块钱来，五百块钱，五百块钱，五百，这几钱？五百来，这几钱？五百，这几五百钱？这几五百，这几五百来了，这几，五百块钱，五百，这几五百。想要一份，想要一份啊！我无你欠人家咩烦恼来？五百好还好哟，五百先来，五百，五百块啊！唔，无人讲。无讲，我讲五百，五百先来，五百，五百块哦，五百先，五百好来，你要不要？是啊，五百块啊！啊！我欠你哦，我欠你，我欠你，我欠你几条没有啦？我欠你几条？我欠你几条？几条没有？五百，五百先来，五百，五百先来，贵来五百。